大家好，我叫 Joseph Hall。中文名的话，我就唔好聊了。我今年呢就差不多50岁了。其实呢，我就喺翻我家乡，我出生的地方，省会在绿洲那边。我先呢就讲紧省会嘅会上话，其实呢佢都系广东话啦，粤语嘅其中一种，只不过佢用标准嚟一种广州话。廣東話即係香港啊、澳門啊，廣東大部分人會講嘅兩種語嘅人啲差別，但係呢啲核心詞彙同啲句法都差唔多嘅，所以呢，我學廣州話呢就非常容易嘅，好容易就識講識響嘅。只不過呢，我啲音調啊同埋廣州話同埋啲詞彙呢，就可能都有啲唔同啦。但係好似廣州話嘅一個調啦。是是是是是是，食是食，但我省会话都系是是是是是，八八八八，即系落去呢就有啲长，有啲长嘅，即系话啲词呢就好似同广州话就唔同嘅，落雨我讲落水，跟住就呢度嗰度，不攰之宁之。依家嗰陣，但係佢師零師，跟住路人，即係見到嚟啲唔係好合理嘅人咧，我都係會怒嘅，叫做乜呢？兩個字，皺紋，或者四個字，鬼精嘅佢。跟住你食咗飯未？我講啊，你起下飯盲啊！但好似嘅人情對此複笑，We you they。一半標準嘅廣東話同埋普通話，其實都係攞兩個字嚟表達嘅啫。我哋、你哋、佢哋，和美你們、他們，但係省會話就係開一個字，惡、虐、劇，喺好多漢語方言入邊都係冇任何講法嘅可能。但惡、虐、劇一個字搞掂，開心我講神氣。糖梯咧，我就讲棒棋；知道我讲地锤。不过呢，但系呢个特殊讲法话好多嘅一时都唔使嚟到啦。即系以后有机会嘅话，我会专门去嘅 YouTube 频道，专门教大家讲嗰啲省会话咧。其实呢，我讲嚟讲其实系会上话嚟嘅，省会话有好多种话，就唔好讲写入其他会散啊、会评、影评其他好多种，都单单省会得隔一个阵，可能呢个口音都唔同嘅。只不過你會上話就好幸運嘅，即係你基本上講識講會上話嘅話，你都會識用其他陣型啲話嘅。不除事前話啦，事前話就係本地英文嚟嘅，好少人，即係啲人唔俾事前話，跟住嚟作嘅，好少話直接話識行識講嘅。不當然啦，會上話呢就同廣州話，即係最上行嘅一種，所以呢，即係識講廣州話。即係識講廣州話嘅朋友呢，我希望就你可以從會上話入手嘅，慢慢去了解我呢個寫日文化同寫日話嘅。省會嘅話呢，但個歷史好長啊，1500幾年。但係還係當時宋朝嚟嘅皇帝同嘅將軍，喺崖門跳落去嚟嘅地方。但係所謂崖山之下冇中國嘅嘛，跟住明朝就陳伯傻啦，清朝末年同埋民國嘅梁啟超咧。都係非常出名嘅，即係省會人佢或者我寫入人，都係好重要自己嘅家鄉啦。即係即使喺出面揾到錢，都會貢獻翻俾自己家鄉嘅。即係我都希望話成為嗰種人。即係我嘅思雖然話出到去，即係唔會成日留喺省會嘅，但係我都希望有一日可以為自己家鄉做啲嘢，為自己家鄉話。为了俾更多全世界更多人哋全国嘅教育话而努力我都希望省会人都自立自强咧。即系虽然话佢师比江门狠咧，但系即系佢呢人，我觉得佢呢根本上都系上面人乱搞嘅啫，唔系我省会人唔努力之系咪？即系你又料嘅话，几时？始終有一日都要發明㗎，係咪先？即係我講到寫日文化，話好多嘢要講，希望以後有機會同大家分享。